前辈，你真正无事吗？华东演戏，有事啊！哦，那恐怖剧吼，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代志啦，那熊熊出现，那但是啊，那伊咧看咱两个人吼，那袂输跟咱咧看千分人同款，安尼莫名其妙拍赢我，啊，竟然搁跟你约战，啊，伊是想天下第一帅的名号要创啥啦？那真正够奇怪呢，我感觉吼，那真无对档。大叔兄连我也记不得咯，敢讲？伊是出了什么意外？那是无来给伊抓回来问好清楚吼，那边用起了。啊，前辈，大师兄看起来已经走远了。伊既然讲七七，伊就必然会再出现。咱先照料你的伤势吧。那拄只吼，那顾虑是武器，才出招留情呢。那谁知影伊却无分轻重，那出一个大招，那实在伤感情啦。那是可吼，那一回一定要给伊讨道理啦。前辈，咱行吧。但是，能再见到大师兄，真是太好了。用红武器，又是这个妙计，你是谁？天地不雄气，天地不雄气，弥山天门，红彩的香香嘛，怕凶亦不行。要将断天下第一色，父兄在所难免。哼，你还有何事？莫千顶，拜娘娘。你应该无事，我你归去。你要记得多少？我不知你在讲什么，我还有要事，请。你真相信不得义不行，当然认得。义不行是我的对手，我已向伊约战。七七刀，天下第一色，想出家必先行我，你还秦军。